今天随着我荣华娱乐制作来到这里为大家献唱哈、哦。那呢，同样非常感谢给我嘉宾的机会来到这里，希望今天为大家为了歌曲大家都喜欢，都会满意。谢谢老板，感谢嘿嘿，哦哦，换换哈、哦，谢谢你。OK， 好，刚才我在上台时候又收到一张点单，这首歌我刚刚在台下说了很多次了。那如果我不唱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可是这首歌我又经常唱。没有关系，既然好歌大家不怕多听，老师我们换一首歌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我们的老师。哇，今天有六位猛男，哦，非常的不一样，阵容特别的大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就安排这首歌曲，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一首歌，那就叫做《拥抱你离去》，还送给我们整场的朋友，谢谢大家所有的朋友。我觉得以后就叫我唱中国歌了就好了，中国网络歌曲，因为我每次来都会有唱，差不多会唱一首。来，接下来就安排来这首《拥抱你离去》，来献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寂寞夜里只剩我的爱人，谎言电话乱震，目睹你和他的暧昧，我的心在慢慢枯萎，悄悄的碎。我漆黑的心痛，不为了保重，那么悄悄。See you.
烈的掌声。